야, 메멕스가 허정역에 나 뛰고 와가지고. 这人97龙队100，2.0解禁之后，感觉大家都没怎么踢球，我也没怎么踢球。我超纯 LC。萨里，有点卡，那还真是他比较有优势。啊，拖时间。いやまずいねこれは。これはよくないな。使ってくれ。正好没什么用，他可以合体。有点卡，主要是梅菲克斯跟他打有点卡。いや、ナミカワ。大丈夫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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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丈夫。这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他这萨鲁比我好的快一点。哈哈，这能接，这能接。这样他没三 C 了，豪哥一 C 肯定是进不了的。豪哥一 C 应该不太能进新柱。应该没啥问题，就是这个击飞我有点担心啊。这个击飞给那个豪哥他就单体了，我就记了。应该用大锅我哥的这球。兽巫拦不下他豪哥。还好还好还好。啊不呢。这能赢还行。这个丹迪就是用来对付他这个五条。天马跟那个。没有跟，就天马过不了五条，还好还好。没事，传天马就行了。传给天马之后，他千米 K 应该来不及。就是传给天马之后，这个调整不太好弄。试一试吧，我应该可以成功。另外一点，可以。这是纯自己玩的好。正好炸掉两个，可以控下草了。Nice。哎呀，有点卡呀，这不太好。那想打。属性克他，可以断掉。哎呀，他那个太阳还没有启动，有点不太好办。他这个太阳还没用，说白了就是。但是我的人应该都差不多了。丹迪肯定好了，丹迪刚才炸了三个。哎呦，好卡呀，没开开。啊，我控一下吧。那之后应该就全队拦不了丹迪，所以还好。火力跟 CS 2不一样，还行。使わせようか。しょうがない。太阳还有两发。サル的槽跟凤凰应该是对上了。应该大家这个时间大家应该都没有。哈雷卢克拦不住了，拓布在另一侧。这雷卢克要合体了。Nice。无敌还在。这肯定没有崩飞的。哎，崩飞了吗？我操，这都能崩飞的，好强啊。这他妈无敌能给我崩飞的，有点亏啊这一波。
今日は実にいい試合ですね。止めて。任せろ。天馬天馬好的。いくぞ。発動せ。止めろ。いける。丹迪也好的。マジペガサス。天馬教了传丹迪，应该就能进了这球。应该没有能拦丹迪的东西现在。对，哎呀，那五条没有飞，他无敌还在，不好说这球。他可以直接交无敌给我断掉。感觉不行啊，这波进不了。nice， 斜下突进，可以。お前らの力はそんなものか。计算了一下那个空间感，感觉不用斜下突进甩不开。没事，没被扑 ，nice。哎，那斜下突进有风险，有可能会被对面直接铲掉，所以一般用的比较少。得交，不交就被天马铲掉了。雷杜克还两发，太阳还两发，他资源好多呀，这球不一定防得住了，我没无敌了。后面俩死了吗？感觉死了，桂枝步这个化身技应该死了，不确定。雷卢克应该死了，最里头那个不清楚。雷卢克应该是死了，可以往斜下走。嗯，果然。哎。逼了吧，这下萨鲁的 C 都没了，还好，但是他的无敌还在，我没有无敌了，他豪哥单体我好像防不住。やぶねえな、これは。これはよくないな。还行，还好梅维克斯这个普射。记了，哎呀，没防好这波，球没传好，应该是死了。Nice， 可以，这个柱帮忙了，还好有个柱。天马应该好了，对，三个，哎，炸开的有三个左右。老扎应该跟 五条相打，他零招，我山人火招的话应该是相打，我可以开着圈直接往里进，他应该什么也干不了。能出妙传吗？出了。哎呀，怎么是他呀？怎么是托布呀？应该给天马的。天马刚应该炸开三个，然后出了妙传应该直接好，给天马可以接着往里推刚才。这应该也能赢吧，对，这应该是相打，现在是相打吗？技能输人属性赢，人能力赢，必胜应该是。回次高，我这开圈往里走，他能干啥？他啥也干不 了。记了，行，五条干掉了，可以让桂枝步走了，别给我进中传区。Nice。这个老扎启动以后好厉害，天马快没 TP 了，过劳了，这个东西用太多了啊！呀，这家伙传球连打没踢出去，踢出去就是天马，给天马就又进了，太阳还一发，死完了吧应该。那托布是毛，太阳结束了，托布是毛，我只要管着托布他都进不来，他不让我切到托布。
他要往上突就会遇到托普。看维克斯玩的咋样，他玩的好能进这球，玩不好就进不了。嗯，漂亮漂亮漂亮，走边路了，防不住了。跑回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刚才那个小风暗。Nice ni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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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ice。哎，没断掉。哎，你踢你踢你踢。我丹迪在这儿，你踢啥呀？梅维克斯有 key 吗？我反正只有 body。我不仅只有 body， 我的 body 还都在场上，我他妈下半场甚至都可以不用换人，我的阵容可以不需要有任何更换，我直接就还他们上，哎，不对不对，错了错了错了，我直接还是几个人就行了。Inazuma Candy 呢？给桂枝布吧，下半场我开球，桂枝布给个糖，桂枝布可以多回复一点，欧电也可以给他。天马就给个全 TP 回复就行了，盖儿的有必要吗？我想想，哎，可以给个修天马盖儿，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不能让 T 天没有 TP 战斗，下半场还是得给个 TP 全回复，下半场有概率需要这个人干事儿的，然后他俩换一下位置就行了，下半场这样开球就是天马，可以直接合体，他的浪川也能合体，下半场托布。就这样吧，如果他是 body mirror 的话，我这个修天马也可以拿去参与进攻，就很强。我这东西也操作 A 了，现在来吧，让我看看你是什么 key。 他现在场上有没有 guard key？ 没有。雷卢克吹雪太阳是吧，他现在场上没有 key 角，所以我只需要看他换进来谁就行，看梅维克斯换进来谁，他应该谁就是他的 key 角。神童，那他也没有 key 角。那 body mirror 吧，应该就是纯 body mirror。我这边应该还微有力，小小有力应该还。哎，マジ？やめてほしいなこれ。先把亚瑟启动。波地面了，哎，马吉交了吧，你不是恒长的，你不是恒长的，你应该不能马上接着踢，但这下炸开三个了吧，是他能接着踢，さあ使ってくれ。还是要普射，还是决定普射。我单敌挡在他面前，刚才他踢不了。然后呢？没了吧？哎，正好托布合体 ，nice。雷卢克没了吧？直接结束了吧？天马被耗掉半发，有点疼。他的豪哥喂了东西，估计会是一直保持有槽状态。哎，嘎豆，哎，嘎豆。也就是说，哦，我懂了，那个刚才那个把 key 吞掉了，刚才那个同期，现在这场比赛没有 key， 我的 key 没有了，同期没 key 了。
哇，那我这边好伤啊。我操，那我这边 body 八没了，这咋打？这咋打？我，哎呦，对，就这个，下半场开球这个吧，把我们两边的 key 吞掉了，哎。他神童应该要合体了。好的，豪哥没有喂东西，豪哥脚下那个光圈没了。这个拖布随便耗了，无所谓。哎呀，我的 key 没了，这咋打？我的无敌还在。对，我这边没 key 了，有点难受。你这玩的什么 LC 啊？你这么玩 LC 的吗？这 LC 玩的啥呀？炸！反正这扎线灵吹雪是过不了，无所谓了，没什么用了。哎，这过不去了。对，我没 key 了，这边他没有 G8 的，正常情况下这肯定是过得了。可恶啊，被他捡了一局。正常情况下这球又进，5比1过去，这咋办？可萨自由一个人直接用托布单体。我的亚瑟呢？我的亚瑟应该在下面，对吧？我找找亚瑟，就在这儿。鬼之波还在，应该进了这球。你飞鹰能拦我亚瑟？他神童还没启动，神童应该是 S 加 T 里的，他可以玩 LC 的，但是他的始动没有合体人，所以他很弱。他好了，自由自由，这应该能过，过不了，想打。那 B8 的话可以过，现在过不了。哎呀，没有 key 好伤啊！ Nice， 逼他用就行。你该合体了吧？你现在合体穿弗兰就可以踢出来，但是我的小风丸可能也好了。交了，亏得准备 LC 了。能不能找到机会确认一下我小风丸的槽？确认不了了，他不给我机会看了，估计。哎，好的，那就行。可以，知道他是好的就行。小风丸得控一下，小风丸控一下草。呀，库里巴豆大流，这家伙不会突进，应该还好了，应该进不了，他不会突进，但是我很危险，对，我就知道，还行，安全。ヒカクリキン，自由。哎，好防，我应该用 AB 的。哎，你？那我倒不是很怕。你敢传就是记。
これ強いぞ。いやー無理だこれ負け。哎呀怎么突然好了这逼。应该早一点解决他的，可恶。天马也快了吧应该。哎呦这个吞 key 好伤啊，我下半场真没法玩了。没事没事，我这边幽木是化身皮达皮拉贯通，他应该死了。我铲一脚应该就好了吧。果然我就知道我铲一脚就好，他没无敌了吧。我直接给龟之步会不会越位。我等一等再传给他。对现在给nice。往下走会被他圈抓到，上图 AB 是唯一解，刚才进了就行。慢慢慢，哎呦这个 key， 哎呦这怎么这么多同期啊今天。没用的，我丹迪在的，你踢出来也进不了。慢慢慢。